能看到我桌面同学签到表里数字改成一，这声音还可以吧？这屋有回音呢。大家听声音还可以吧？OK。就这个房间它有点小啊，就稍微有点回音。OK，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做练习的情况啊。就毫毛培训呢，你不管学的是哪门课程啊，实验该做的一定得做，因为毫毛它所有的课呢，它都属于这种叫做 hand by hand 的。毫毛所有课程都是啊，你不管哪科。老师，你别管讲怎么样，你实验做完了之后，你老师讲的好不好，反正实验做完了，现象看到了，基本上都能理解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儿啊，它的作用是什么。但如果你要不做实验，光靠听的话呢，这门课也就是这门课而已啊，一定要做实验的。对于 OpenShift 的这门课而言呢，红帽实际上是把整个 QS 所有的内容额外增加了一些红帽自己的产品，最终呢做成了一个。OpenShift 的这么一个软件，它最终来实现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呀？就是一个自动化。对于我们而言，那如果没有红帽的话，我们可能是用到一些什么 Jenkins，用到一些其他的软件。不要紧啊，不要紧。用到一些 Jenkins 软件的，最终它来实现一个什么呀？实现一个自动化。那不管你当前呢是用的红帽产品也好，还用的不是红帽的产品啊，都是一样。啊，最终都是一个自动化的概念。就我个人认为呢，实际上这门课更倾向于就开发类的学生来学。啊，开发类学我成天搞代码，如何来快速构建出的应用。当然了，那运维类的同学呢，也应该去学一下，就它还是对我们的工作呀有所帮助。虽然说在国内不是说所有的公司都去买 OpenShift，有些公司在早期的时候啊，他们可能会去买。买完了之后呢，可能觉得订阅费贵，然后后来呢又变成了什么呀？又变成了 KPS，就是反正 OpenShift 和 KPS 这两个东西，你最好是都得会啊，最好是都会。那我们在课上啊，也尽量会提一些跟 KPS 有关的内容。那签到表在我们的群公告里，在这个位置，群公告最下面啊，签到表的位置。咱们课上啊，就一个链接啊，看一下群公告就行。我今天早上呢，看了一下咱们这个作业哈，任务啊，你看有个同学呀，3天课压根就不来，然后实验咔咔咔全敲完了是吧？你敲完一遍实验之后，你再来听课啊，你再来听课，那你会发现它要更容易一些。OpenShift 的 CNI 能改吗？啊，都能改啊。因为它底层就是 KPS 嘛，你 KPS 怎么去做啊？它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都可以改啊，只不过默认人给你装好了而已。就所有的 CNI 插件、CSI 啊，都支持修改，全支持。就你 KPS 它本身就是属于那种插件的模块化的，那 OpenShift 是在它上面额外包了一层，你下面插件随便改，它们都属于标准的接口。OK。那我们回过头来啊，看一下今天内容。280，我们上次课讲完了2章啊，今天看第三章。对，那第三章讲的什么呢？第三章讲的是 OpenShift 的网络。那实际上 OpenShift 网络它和我们的 KPS 网络。你可以认为它们就是一个啊，都叫做软件定义网络啊，用的都是一样的，而且呢，它是这种模块化的，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修改。那你 KPS 当中有哪些网络插件啊？我们也支持使用相关网络插件。那再有呢，我们在这一章当中需要掌握的内容就是你要会去创建路由啊，就这个是考点啊，你得会。
这个路由是个什么东西呢？说白了就是你访问这个应用的一个接口啊，或者说你访问应用这个名字啊，URL 的名称啊，这个对我们而言就是路由。我搞了很多的应用啊，应用做完了之后如何发布出来给客户来使用，让用户能远程来访问，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路由的概念。我们打开客单笔记。280，咱们的课堂笔记还有咱们的练习题都在百度盘里。咱们从今天开始啊，用的都是练习环境啊，就不用培训环境了。把培训环境添加上一个光盘镜像，切成练习环境。第三章，那在这章当中，我们需要去介绍几个插件儿啊，SDN。SDN 是个什么东西呢？SDN 叫做软件定义网络。我们在实际生产当中啊，你可能用的一些硬件的网络设备比较多啊，但是硬件设备，你想想啊，它的一些 CPU 内存，它的配置都是386 GB、486 GB，就是高配一点可能486 GB，它没有586。那你对于它的这个硬件配置而言很低，所以说现在我们的网络性能啊，大多数都是一些你的网络设备。那对于我们当前的软件而言，那我可不可以来实现网络设备这些功能啊？可以呀，它可以来实现。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很多软件定义的啊，SD 到底是软件定义的什么东西？这个就不一定啊。比如说软件定义存储啊，SDS 啊，那我们这张是软件定义网络，通过一些软件来模拟你的路由器交换机的一些功能。那对于本身刀客而言呢，刀客它实际上是支持跨主机的。啊，刀客本身就是支持啊，就你需要去配置一下啊。但默认情况下啊，它使用是本地的虚拟码桥那个 BRD，那你本地的容器它们之间能互相来联网。那它实现的呢，就是一个叫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这两个平面啊，在我们 KBS 当中啊，OpenShift 当中它经常来提。控制平面指的是什么含义呢？就是你的那个 master 那个机器。那对于我们而言，看一下咱们的练习环境。咱们练习环境当中啊，也有一个 master 机器，然后打开训机。那训机打开之后呢，我直接恢复到我的，开始恢复到我的练习环境啊，这个叫培训环境，我恢复到练习环境，然后启动。启动训机。那启动之后呢，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好多 KVM 虚拟机。这堆 KVM，你的那个 master 机器叫控制平面。那数据平面指的是谁呢？指的是你那些 pod 运行的机器。你 pod 运行在哪？它们都叫做数据平面。啊，这个是它的分类。那对于我们当前这个机器而言啊，咱回过头来看一下图不图。OK，看下这个图。那这个 master 机器呢，叫做控制平面；Node 一和 Node 二呢，叫做数据平面。我所有的创建的 pod，我编程的 pod 啊，那在 Node 一二上来运行，这个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啊。什么叫控制平面？什么叫数据平面？OK，我们再回到第三章。那在 pod 当中呢，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些软件定义的插件，这些 OVS 呢，都是 OpenVSwitch 的插件。对于软件而言，有个软件名呢叫 OpenVSwitch。OpenVSwitch 当中啊，它有一些小的插件啊，Subnet。那它提供的是个扁平的网络啊，Multi-tenant。那这个主要是一个叫多租户，多租户呢主要设置是一个服务隔离，Network Policy 啊，网络策略啊，网络策略技术预览插件。那对于 Master 主节点而言，我们不能通过集群来访问容器啊，主节点。这是网络插件的原因，而对于整个 KVS 而言呢，KVS 当中默认是可以的啊。OK，我们来看看图，帮大家理解。这个图太大，我们把它稍微改一下。Limit。
不太大就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大小。SDN。括号。OK。这样字儿小点啊，要不图太大了，一张放不下。OK。那在这个图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SDN 一个设置，就每个 pod 当中，它实际上通过这些插件将我们的 pod 呢，每个 pod 当中去弄了一个虚拟的接口，然后呢，他们都有个 IP 地址，每个 pod 里都有一个 IP 地址，然后 IP 地址当中啊，这个 IP 地址呢是给这一个 pod 来使用，这个 pod 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容器啊，每一个容器都共用同一个 IP。因为有 SDN 的设置，所以即使你当前这个 pod，它即使是跨节点的啊，它们之间也可以互相来访问。虽然网段不同啊，它中间也有路由的概念。那么再来看下面这个，这个我们也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图片默认咱改不了大小啊，咱只能这么来调整。给它调整小点儿。那这张图它主要想说明什么呢？它主要想说明是一个叫负载的概念啊，叫做 service 啊。我们的 service 它默认有个功能啊，叫做负载均衡。什么叫负载均衡呢？对于用户而言，用户能看到的它就是 service。用户通过外部的网络来访问内部啊，他看不到你内部这些 pod，因为他们都是局域网的 IP。那局域网的 IP 想通过外部来访问，你就需要用到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叫做 service，它叫做服务。这个 service 的功能是什么呢？service 它有一个自己的 IP 啊，通过外部可以来访问，然后呢，内部可以去找到相对应的 pod。那为什么能实现这个负载均衡的功能呢？你内部的 pod 呀，不管怎么来变啊，它会自动更新一个对应的列表。通过这个对应列表，我们可以去用 service 找到相应的 pod。那你访问 service 相应端口的时候，到底访问的是哪一个 pod 呢？这个是通过我们的 load balance 相应的协议啊，相应的协议或者相应的算法来定啊。我是先访问谁，后访问谁，我访问的到底是谁？而这些 pod 呢，它用的是 K8S 来做的一个编排。就 OpenShift 它是整个把 K8S 额外又包了一层。这个 service 和 pod 的内容还是 K8S 的内容。这段内容呢，你需要知道 service 有负载均衡的功能，通过 service IP 可以访问到相对应的 pod 啊，这就 OK。对于 OpenShift 的网络托管，那 SVC 是个什么东西呢？SVC 它的全称叫做 service 啊，叫做服务。在整个 K8S 当中，它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叫做 selector。啊，叫做选择器。选择器怎么来选择呢？通过你这些 pod 上的标签儿啊，通过标签来进行选择。选择器通过标签选择到相应的 pod，然后呢，通过相应的标签把标签绑定到你相应的 service 上。service 绑定的实际上是个标签啊，它不是 pod 啊，因为你的 pod IP 老变了，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呢？你的名字又不是固定的。那我们怎么去来给它分类啊？K8S 当中有很重要的概念叫标签儿啊，我们来看这个词儿哈。我们访问一下 Kubernetes 点 io 啊，这是它的官网。这个网站在国内呀，默认就能打开。OK，label，标签，label and selector，在 K8S 当中，它有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标签和标签选择器。我们怎么去找到你相应的 pod 呢？它去查找相应 pod 的时候，它使用的一个东西就是标签。
每个 pose 呢可以很多的标签，然后呢，我们在做 service 的时候，只需要来指明我这个 service 匹配的哪个标签就可以。那它匹配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呢，就叫做 selector，叫做选择器。OK，这个你知道它们有个叫映射关系就可以了，标签和标签选择器。那对于我们当前这个流量啊，那我要从外部来访问应该怎么办？从外部访问的话呢，这一堆都是一些方法，其中有些方法呢是跟你的 service 有关啊，有些方法，你看这个啊，这个 routers 是在 OpenShift 当中我们首选的方法。OpenShift 当中，如果你想把你的 pod 发布出来，把你的 service 发布出来，那我们要用的就是个 routers。为了去强调 routers 呢，我们来看一下 QA。QA 当中我说了，咱们一共有四个应用啊，要部署出来，有四个应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第四题、第五题，四五六八，我们看第四题，在第四题当中往后找，第四题直接发布。啊，这本地来访问是吧？本地访问没有 root 的事儿。看第五题，你只要是通过其他的机器来访问啊，那肯定得有 root 的事儿啊。往后翻，通过镜像来构建，创建服务，创建 pod，创建 pod。OK，看这个第十二步。创建路由啊，创建路由，Xpath。它这个 Xpath 的功能呢是 KMS 的功能，通过 Xpath 的方式来创建啊，这个是一个。然后呢，通过其他的机器，注意这个词儿啊，你想从其他机器来访问啊，那就必须得用路由。到底使用哪种方式来创建路由，我们不管，反正你创建出来就行。我通过 OC 命令，OpenShift 的客户端命令暴露了一个服务。把哪个服务呢？把它这个服务暴露出来，给它起了个名，然后呢，通过这个名，我可以来访问，这是你暴露出来的。那刚刚那个呢，属于的是哪种呢？它属于的，也是这种啊，router 的方式，路由的方式。再往下翻，哎，另外一个创建应用，边界路由器，往下翻。那对于你当前边界路由器而言，看这个位置，OC create root，我去创建一个 edge 啊，边界的路由器。OK，依然是路由器的方式。还有一个应用啊，第八题，上传镜像啊，验证。你看验证的时候又通过其他机器来验证了。看它这个项目是怎么暴露出来的。啊，再往前翻，上传镜像，创建，啊，它这是直接用模板，然后在模板当中，你去找 root 啊，找你的 service，它这个模板当中啊，把我们要干的事儿都干了啊，有点类似于一个批量管理的概念啊，模板的概念。虽然说这个位置你没有去看到说，哎，老师，我怎么没有创建 service，没有创建路由器呢？那是因为他在模板里面把这活干完了，这个模板里边，这个等咱们做这个题的时候咱们再说啊。你现在就有个印象啊，我们需要有个 service，有个叫路由器的概念。有路由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 URL 来访问啊，唯一的 URL 公开的方式。也就是说，你客户端在访问的时候都是怎么访问呢？那你暴露的都是一些80的端口，客户端访问呢用的都是一些浏览器，浏览器来访问。这是咱们的应用，对于整个 KMS 而言，它大多数的应用啊，都是一些跟外部有关的，跟外部相关的一些应用啊，会用 KMS。你说老师，我搞一个游戏，我用 KMS，这个挺困难啊，这个挺困难。我们现在看大多数应用啊，你翻一翻啊，基本上都是跟 HTTP 协议、HTTPS 协议相关的一些应用。
咱们回过头来继续。那还有一种呢，像这种啊 node port 的方式，这种叫 KBS 的旧方式。为啥叫旧方式呢？我们在学 KBS 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我们想通过外部来访问，我们会用哪种方式呢？我先搜一个词儿，叫做 service，叫做服务。搜到服务之后呢，我们切成中文。啊，这个右边有中文啊，它大多数的手册呢都包含中文。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去搜一个词儿叫 node port。对于 service 而言，它有很多的类型啊，有什么集群呐、node port 呀、node balance 呀、外部的名啊，有多种方式。那如果你要在学 KBS 的时候，我们想通过外部来访问集群内部，咱用的比较多的方式呢是 node port 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在 OpenShift 当中，它管的这个旧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呢，就要求你的 master、你的 node 一、你的 node 二啊，他们的 IP 地址你得知道。我们是通过你的 master、node 一、node 二的 IP 地址来进行访问的，这个叫做节点端口的方式。啊，这种方式，还有一种叫 node port，这种方式必须你得有特权啊，你得有特权，它才能用直接使用。node port、host worker network 这种方式，就这个方式到底选择哪种呢？在整个 OpenShift 当中，它兼有的使用路由的方式。看个图啊，帮大家理解。那对于客户端而言，客户端不能直接去访问 Pod IP，因为对于 Pod 而言，Pod IP 是一个局域网的 IP。那你是一个局域网的 IP，我们怎么来访问啊？我们需要去搞一个 service。有了 service 之后呢，指定 service 的类型，比如我们指定了一个叫 node port 类型。当你指明 node port 类型之后，它访问的是节点的 IP。什么叫节点的 IP 呢？节点 IP 就是你的 master、你的 node 一、node 二。啊，那三台机器的 IP，通过那三台机器的 IP，啊，你访问 Node 一的 IP，你访问 Node 二的 IP，然后相应的端口可以找到啊你相应的 Pod，啊，找到相应的 Service，找到相应 Pod，这个是它里面的逻辑。那对于我们的外部网络，Pod 可以通过它所住的主机地址与外部网络进行通讯，啥意思呢？我当前那个 pod 可以通过我当前的 node，那如果 node 能访问 Internet 的话，你这个 pod 也能访问 Internet，要通过它来访问，有点类似于什么呢？你家里面搞了一个无线路由，然后你是在你的机器是在一个无线路由的内网当中啊，通过无线路由能访问外网啊，说的是这意思。pod 使用的依然是叫做 NAT 啊，NAT，使用 NAT 的方式与目标服务器来进行通讯。它就相当于在路由器的内部啊，通过你的节点来访问外部。那下面这个实验呢，我们就大概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它干什么用的？那如果大家要做教材上的练习啊，你去登录 Workstation。对于 OpenShift 的这门课而言呢，它所有的练习都是在 Workstation 上来做啊。Workstation 相当于是它的客户端，通过 Lab Setup 命令啊，设置一下当前的环境，然后呢，去使用你的身份来登录。登录之后去创建项目，确认当前的项目，然后呢创建一个应用，这个呢是你的应用的名字啊，name，名字叫什么？然后下面呢指明你的 image，啊，我要用哪个 image 来进行创建？啊，后面是你的 image 的地址啊，通过哪个位置来下载 image？之后呢，下面这堆信息是它输出的 message。他说：“我当前发现了个 image，叫 PHP 7.0 image 啊，PHP 7.0，然后再往下翻，这个都是 PHP 7.0的信息。他说我正在创建资源啊，我当前用的是个 image stream，是用的是个镜像流，NT 来创建啊，build 做一个 config，这个缩写叫做 BC。”啊，这个缩写叫 DC，
我先准备一个配置文件，然后呢，用这个配置文件来做部署，这叫准备啊，build config，这个叫做部署 config。config 部署完了之后呢，那我们直接去创建相应的 service。然后对于 KVS 而言，KVS 这些东西都需要手动来做，OpenShift 呢，它把你所有的工作都搞成自动了。啊，我明明要去手动的去创建相应的 pod，创建相应的配置文件啊，deploy，创建相应的 service。那对于我们的 OpenShift 而言，它给做了一个叫自动化的流程啊，你只需要执行一条命令，创建新 APP 就可以。就 KVS 当中它没有这样的命令啊，一下搜全出来了。那创建完了之后呢，有 success。那如果你当前的应用啊，它创建比较慢的话，我着急啊，你可以去查看它的日啊，follow，查看它的 building config，这个 BC 啊就这玩意儿。查看它当前 BC 这个配置，看它的进程，那你会有一个动态的监控过程。那应用默认情况下它没有暴露出来，也就是你的应用啊只能在你的集群里面来访问，集群外部是访问不了的。我想通过集群外部来访问，那我必须去做一个暴露的操作，expose，把当前这个服务暴露出来。暴露出来之后呢，来查看它的状态，确认。那到这步的时候啊，这步做完了之后呢，它会因为你做了一个 deploy 之后，它会部署出一堆 pod。那到底是几个 pod 呢？不知道啊，就没有知道。它有一个 pod 呢，是专门做 build 啊，专门做准备啊，准备的一个 pod。最终我们用的 pod 是下面这个 running 的这个是你要用的，或者说1/1的这个啊是我们要用的，就那 running completed 的这个是完成了，干完了，干完的它永远是1/1里边。啊，这他们区别。那它运行了之后呢，你可以通过 scale 命令来进行缩放。啊，scale 命令功能是什么？就缩放。这个命令实际上跟我们的 KBS 是一样的。scale 就你发现一些词儿啊，哎，这个 scale 是缩放啊，你就可以用 scale 去哪儿找呢？去你当前的 KBS 手册当中去找，它这个里面有很多 scale，我们缩放。啊，缩放一些应用，deploy 啊，deploy 缩放，scale，我们支持啊，把一些控制器去做缩放，OK。Scale replicas 是副本儿，这个是 KBS 官网的手册。那你看我们这个手册 replicas 都一样，没啥区别啊。那么你们只需要知道一个叫做scale 命令就可以，剩下看帮助都能查到。那默认情况下你的副本数是一，我只创建了一个应用，我现在先给它缩放到两个应用，replicas 等于二，缩放谁呢？那你当前这个副本数最终部署出来是谁部署的呢？是 DC 来部署出来的。DC 叫 deployment 叫部署的啊，部署的配置文件。我们把 DC 的值做了个修改，DC 的值谁的呢？哪个 DC 呢？NT 的这个 DC，DC NT 把它的副本数改成了二，改成了二之后，你会发现下面有两个 running，这个叫做两个 pod。一个 pod，两个 pod 啊，有俩，每个 pod 呢有自己的 IP。之后呢，你来访问，他们的 IP 一个是17，一个是14，17，14。那分别访问一下17和14。啊，访问的逗号。那现在我这个机器是在哪呢？你现在这个机器是在哪？是在 workstation。workstation 它不在集群里，它在集群外部。那你当前的 IP 呢？那我们直接去访问两个 pod 的 IP 啊，通过集群外部去访问一个集群内部 IP，访不了啊，这都访不了。
登录你的集群，你的 master、你的 node 一、你的 node 二，随便，你就这集群当中三台机器随便登一台，发现呢都能访问，都能访问，不管你登录 node 一、登录 node 二，还是登录你的 master，啊，全可以访问，啊，都支持。在你的节点上啊，可以访问你集群内部啊这些 pod 的 IP。之后呢，我们去查看一下你当前的 service。对于我们当前的 OpenShift 而言，它会自动帮你创建 service 啊，这个服务会自动帮你创建。服务帮你创建完了之后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服务名啊，这是服务的类型。我们默认的服务类型呢，就是 Class IP，这个还是 KBS 的内容。默认的服务类型啊，service。服务类型，cluster IP。我们找到它的分类。喂。对于你当前的这个 service 而言，啊，你的服务而言，它有很多种类型。默认的类型就是 class IP，啊，这是默认值。默认值就是集群 IP。OK，那你默认的类型是集群 IP，你有个 IP 地址，IP 地址呢是1.23，这是 IP 地址。有 IP 有端口。那有 IP 有端口的话，对于我们而言，你肯定是要访问这个 IP，访问这个端口。结果呢，发现访不了，因为你当前这个服务，你是在哪儿啊？你依然是在客户端上啊，你还是在 Workstation 上，不在你集群里。如果你是在你的 Node 一、Node 二或者 Master 上，这个是都可以访问的。Workstation 访问不了，Workstation 是一个集群外的机器，或者说一个外部的客户端。那外部客户端访问不了的话，我们通过你的 Node 一。通过你的 Node 2，你发现依然可以访问。这段内容主要是为了帮大家去理解它的网络啊，就集群内部你的网都是通的，你从集群外部来访问是访问不了的。那包括你的 Node 1、Node 2啊，包括你的包括你的这个 Master 啊，就你的这几个节点呢和这些 Pod，你的 Service 都是通的。那我们发现访问第一次的时候呢，它找的是23；访问第二次，啊，访问第二次，那它里面读的这个内容，我访问的是同一台机器，结果呢，你这个 service 它会自动去找到不同的 pod 的 IP，这个是 pod 的 IP。我访问同一台机器啊，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有一个叫做 load balance 的功能，叫负载均衡，这是 service 自带的功能，叫负载均衡功能。那我们再继续，我们可以直接去查看 describe 这条命令呢，它的功能就是啊查看解释啊查看解释。一般我们在查看 service 它结构的时候会用到 describe 命令。那你会发现 service 它有一个叫标签儿，然后呢它也有个叫做选择器。我怎么去找到我 service 对应哪些 pod？它通过这些选择器来找。你的应用名啊，你的 deploy 的配置名啊，我的类型默认是 class IP。然后呢，你看一下我们的 describe 当中，你可以看到我的标签儿。我的 service 怎么找到我的 pod 呢？是通过这些标签来进行查找。它这个东西呢，叫做选择器 selector 啊，这个叫选择器啊，这个呢叫做定义的标签儿。那我管理哪些 pod 呢？标签是他的，标签是他的 pod，标签是他的 pod 被我管理。标签与标签选择器啊，就这段想说明的功能。那我们可以去编辑啊，编辑的 SVC。SVC 这个位置呢给改了，改成了 node port。node port 叫什么呢？node port 叫做节点端口啊，node port。那当你改成节点端口了之后啊，这个是类型的修改，
那内线改完了之后呢，系统会干这么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呢？你要去用一个3万以上的端口啊，这个端口呢，它有个范围的要求，这个端口咱不是说随便写的啊，NodePower。3万到32767啊，在这个范围当中啊，你随便挑一个，30800。当我们通过 master 通过你的 node 一、node 二，看下面这个位置啊，客户端当访问你的节点一、节点二和你 master，也就集群节点的时候，访问集群节点的端口30800，它就会自动。把你当前连接呢，去找到你的 service 的那个端口，service 的8080，然后再通过 service 找到你 port 的端口。OK，这个就是我们的 node port 类型啊，你可以 edit，你可以直接改，改完了之后呢，它立即生效。edit 在整个 OpenShift 当中啊，它的 edit 和我们的 K84 中的 edit 是一样的，改完之后都立即生效。kubectl edit，kubectl 命令，找到 edit edit，你看这个位置啊，apply 叫做应用啊，apply 叫应用，应用立即生效，编辑个资源。啊，通过默认的编译器来编辑个资源。默认编译器呢，就是我们的 VM。我们的资源呢，就是一个 YAML 的格式啊。你编辑完了之后，它立即生效。它的命令啊，叫做 kubectl edit。你看右边啊，kubectl edit 资源类型、资源名，和我们刚刚啊敲的这个命令 OC edit 资源类型、资源名一样。啊，就它这个位置写的格式啊，你可以这么写，啊，都支持。你可以把它认为这个就是个 kubectl 命令，只不过它也换成了 OC 命令，我可以直接的编辑。我看大家在群里面呢，有同学就问说，我们能不能用 kubectl 命令直接去管理？就 KVS 的部分，你可以用 kubectl 命令直接去管理，不建议啊，不建议。因为 OC 命令啊，它有些还有一些这个要和它的 OpenShift 去做 API 的通讯。如果你直接用 kubectl 命令来做管理的话啊，就它 OpenShift 的通讯那部分会少，那最终你的集群呢，你的 OpenShift 的集群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哎，我明明这个事儿做了呀，但 API 通讯没写到它的数据库里啊，它也不知道你做过，有区别啊，有区别。就 OpenShift 的软件建议用 OC 命令。K8S 这个软件建议大家用 kubectl，那你现在用的是 OpenShift 呀，那建议用 OC，它的逻辑。确认一下你当前的 service 类型是 node port 类型，然后来访问，发现都可以访问。登录，这个 R12 的功能是什么呢？R12 就是 remote 啊，remote shell。OC 命令可以通过 R12子命令登录到你的 pod，这是 OC 命令啊，它人比较特别的命令 R12 remote shell。登录进去之后呢，你可以去访问你的这些 service 啊，可以直接来访问，就在你 pod 内部，它也能直接访问，就集群内部，不管是在节点上也好，还在 pod 里都可以来访问。实验做完了之后呢，去 delete 啊，删除你的这个项目。这段内容当中啊，咱们教材上有一个，咱们 QA 里面呢有一个类似的考题，缩放，scale 缩放，往下翻，第九题，缩放应用。第九题你在做的时候，它有个前提啊，第九题，他说你要创建一个应用啊，是这个项目，所以说你必须得先创建好这个项目。有了这个项目之后啊，使用到相应的身份才能做这个题。那创建项目是第几题呢？创建项目，往前翻。第一个题是创建用户。
用户是创建完了。第二个题，配置持有存储，这个不是。第三题，创建项目，OK。我们需要将第三题完成，第三题完成才能做第九题。第三题和第九题关系。在做缩放的时候呢，需要先完成第三题，才能做第九题。哎，朋友们回过头来看咱们的练习环境，那练习环境现在已经有了，我关机做了个快照，这个是我们的练习题，view exam，这个呢是你的虚拟机管理器，那大家现在已经考过了很多好妈的认证，它的虚拟机管理器大同小异，下面这个呢是你的终端。这个是终端，这个是题。大家在做练习的时候呢，建议你们给它左右分屏，照着题呢去做就可以。那做的时候你要登录哪个机器呢？我们有这么几个机器。这么几个 KVM，Classroom 在你切成练习环境之后一启动，它开机自动运行。然后上面这些呢，开机不是自动运行，这个是你集群外部的客户端这个是你的那个 Registry 镜像仓库它需要用到一些什么 Get 呀、Image 啊，它的仓库地址。下面这三个机器呢，是你的 你的 OpenShift 的集群。那 Master 叫你的控制平面，Node 一二呢叫你的数据平面，把它们都启动起来。启动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做这些题了。在做第三题的时候，第三题创建项目，第一题创建用户你需要先去创建完第一题之后。再做第三题，就第三题能不能直接做呀？第三题中涉及到的用户，哪个用户是什么权限？OK，那你要先做第一题。做第三题的时候呢，需要先完成第一题。把第一题完成了之后，再来做第三题。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第九题的时候，第九题你不能直接做。我们先来看第一题，那第一题要求干什么呢？要求我们去创建个用户，要求创建两个用户，给了你一个文件，然后呢说你可以去登录，然后还说了一个权限。那这个用户怎么来创建呢？我们的账号可以去做一些集成那没有做集成的话，那你只能做 HTTP Pass 命令。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到底在哪台机器上做？我这个里面没有给大家去写考试环境当中它会有个叫重要的环境说明，重要的环境说明当中会告诉你我们有几台机器，每台机器的作用。那我们在配置的时候呢，都要去你的 master 上，master 上去做。OK，
在这个里面做。文件他已经给你了，文件的内容，那现在默认给了你两个用户啊，那你现在如果要添加的话呢，我们用的是一个命令叫 HT password 的命令，就你看到这个文件呢，就应该想起这条命令啊，HT password，它可以来生成这个文件，同时呢，它可以干什么呀？它还可以去修改这个文件，因为我们最终呢要生成这个密码，密码的话，你可以通过 OpenSSL 命令来生成也行。我们建议大家呢用 AT password 命令。这条命令在使用的时候啊，希望你们先看一下帮助。C 选项，C 选项什么时候用呢？这个文件不存在的时候用。文件已存在，人家已经有内容了，请不要用 C 选项。文件如果不存在，没有内容的话，那我们用 C 选项。那下面有个叫 B 选项，B 选项这个 B 写不写的区别是什么呢？你写的话就是，一条命令啊，直接就做完了。你不写的话，就交互式敲两遍密码，就这区别。HT password 命令，这条命令我们写个杠 B。当一条命令直接写完，当你写杠 B 了之后啊，你要写你的 password 文件、你的用户名、你的密码。password 的文件呢，人已经给你了。password 的文件，你的用户名、复制、粘贴、空格后面写的密码，复制、粘贴。添加成功之后，我们去 get 成功，用户填成功了。同理，另外一个用户呢也是一样的，发件上，那密码都一样了，换个名就得。OK，这就这两个题得分了。你使用的是这个文件，密码写在这个文件里了，账号密码写在文件里了，那这个题也得分了。啊，下面他说你的用户，能通过命令行，也能通过网页来登录啊，两种方式。那命令行的话，你需要知道一个 OC 命令，OC 登录命令是哪个呢？找了一下，一个 login 啊，登录。登录命令是啥呢？推不见没反应了，看一下帮助。Login 后面可以写你的地址，也可以交互模式来进行登录。OC Login 推车，也可以写服务器的地址。如果你有证书的话呢，写证书啊。那如果你有用户名密码的话呢，可以写用户名密码。OC Login。默认就本机呀，本机就是你的控制平面了，它登录是控制平面的8443，用户名，密码，这些选项照着抄就行，密码。那现在这个操作呢，就叫什么呀？它就叫做啊，用谁的身份来登录？用谁的身份？我用第一个用户身份来登录。登录之后，他说你没有任何项目，你可以尝试去创建个项目，尝试创建一个项目。现在正在使用这个项目，也就是说你项目创建成功了。这是做到这儿了。那项目创建成功了，我们要求是不能创建项目。啊，不能。啊，我默认是能啊，要求不能。那不能的话，肯定是跟权限有关的。那跟权限有关的话，你要去查一下。OC，那哪个跟权限有关呢？找了一圈儿啊，管理当中有权限，那别密。然后在下面这个权限呢，有很多啊，你管理的事儿有很多。
我们在上次课讲到了一个叫做这是创建这儿有个叫做策略policy。那对于我当前 policy 而言，咱们上次课讲过一个，就添加，把一个用户添加到一个集群决策当中它具有了集群管理的权限。那我们现在呢，默认权限太高了它可以直接去干什么呀？直接去创建项目。那我们想把它权限改低点儿，改低点儿怎么改呢？删除嘛，删除。这有一堆 remove remove 一些角色从一个用户。那我们现在删除是怎么删除的？找到第一题，咱们用是哪条命令？对于第一题而言步骤零的过程是为了帮大家理解。那我只是为了做这个题的话，那你就直接做就行。步骤零可以省略，零的步骤只是为了帮大家理解。那我看一下怎么去删除。那登录你当前的这个身份，你创建两个用户，随便用一个用户来登录就可以。我们都可以去创建一个项目。那现在我不想创建项目，不想创建项目的话呢，你得切回管理员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去做你策略管理的时候，删除一个角色。那我们添加了两个用户他们都有创建项目的权限，因为你随便登录一个用户都能创建项目，所以说你要删除的这个策略呢，删除这个权限，它肯定不是从用户身上来删除，应该是从组上来删除，这个是默认组上的一个权限。组权限给删除了之后，我们就不能去创建项目。登录之后再来创建项目，发现就创建不了了。那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项目名我要删除这个东西什么名？From 组，remove row from 组，又没有内容了，那就查。查了一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在后面呢写的是角色组角色组选项，看看下面这堆选项什么允许赶跑没有标头输出格式名字空间绑定查看显示模板没了。就你直接要用命令行来做这个题的话，不容易不容易做。为啥不容易做呢？因为这两个词儿背不住，这两个词太长。那这两个词太长，我们怎么来解决？你们在考试的时候，他会给你很多的手册。咱们在练习环境当中也有很多的手册。280这门考试啊，它最头疼的就是手册太多，不是没有手册是因为手册太多，不知道看哪个。那我现在干的这个事儿呢，叫做集群管理。我想去管理我的集群，materials 资料库、文档、HTML。资料库中的文档有 HTML 也有 PDF，两种格式都存在。那为什么建议大家选择 HTML 呢？是因为这种方式我直接去搜索，Ctrl+F 比较方便，Ctrl+F 找到你的浏览器。考试的时候，手册的位置它会直接告诉我们，materials RIA，RIA，MATERIALS。MATERIALS，
Vrls，这个网址不用背啊，考试时他会直接给你。Vrls，IA，不是，访问，登记。这个访半天访不了啊，你就去查一下。就在这个是属于练习环境的问题啊，环境的问题。拼一下。MATR。这个机器是哪个机器呢？我们的 Classroom，看一下 Classroom 有没有问题。哎，Classroom 登录不了，254.20。Classroom 是 running 的，看看 Classroom 升不起来呀，Classroom。啊，如果你的 classroom 像这种出现了一堆 FF，这就崩了。那崩了怎么办呢？你先试着重启一下，重启不了的话呢，你就快点恢复一下。我们有一个软件叫 Water Manager，Classroom 好定元，Yes，启动。咱们有同学在做练习的时候啊，Classroom 不开啊，那有些实验你做不了。比如说安装软件啊、亚马仓库啊，你用的那个 Image 啊，就只要是我的资源在 Classroom 上啊，都访不了。确认 Classroom 正常。我来看一下这个 Classroom 都干过什么事儿啊。我得先确认一眼，再来看能不能给它快照恢复。280，看一下我们的 setup 脚本都干啥了。对于 classroom 是否有特殊设置？Classroom 直接启动，这些虚拟机直接启动。启动了之后呢，Foundation Setup 是 Foundation 改了个东西，Workstation 改了东西，Service Master 啊，Classroom 没动。所以说 Classroom 的话，你可以随便快捷恢复，它没有做任何修改。那即使它做了相应修改，你只要找到相应的脚本去执行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改的是个快捷方式，弄个索引，弄个 SSH 密钥，拷贝一些重要的文件，Workstation，OK。
Classroom 随便重启啊。它出问题的话，你给它快装恢复啊，reset。它没有做任何设置。现在启动慢的原因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录屏。OK，Classroom 好了。我把摄像头关了啊，省点 CPU。啊，你看 CPU 降下来点儿，50%了。咱们回过头来继续。OK，能拼通了。能拼通了之后呢，这回再来访问。这个里面有个专门的文件夹，DOC 文档。这个文档特别多呀，我们要看哪个文档？HTML，因为 HTML 的话它方便搜索啊，PDF 也行哈，就你到底看哪个格式都一样。这两个手册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格式不同。我们找到咱们的管理员手册，class administration。找到这个手册之后呢，去搜一个关键词儿啊，关键词儿叫什么呢？关键词儿叫做"我自己能去做配置"。DOCS，如果这个手册打不开，还是你 Classroom 的事儿。Classroom 它有个开机自动挂载没挂成功，那就登录一下那 Classroom。Mount-e。Classroom 把它所有要挂载的设备啊，立即挂载一下。它默认挂载的设备呢，都在 FITable 当中。不能解析主机名。刚刚我们拼音 classroom 拼音 materials 同啊，又不同了，又崩了。Watch manager，没崩，为啥不通？P 不通，254.20。名额不期而至。CPU 给了两核内存，2G，50%。给它快照恢复一下啊。
在做实验的时候，如果 Classroom 有问题，那基本上就做不了。我们一会儿在手册当中啊，要去查一个词叫 self，这个叫做 self-provision 啊，这词儿啥意思？你想把我们的命令给记得住，那你就需要知道这个词的含义。provisioner，供应者啊，供应者，self 啊，self 供应者，self 供应者是谁呢？是说自己，默认情况下，我们创建用户都属于 self professors 这个组。那你属于这个组的话，那我要把这个组当中哪个角色，系统验证啊，系统验证角色中的。哪个权限删掉？这是它的语法格式。删掉了之后呢，你再次去 OCA Project 啊，去创建项目啊，它就创建不了。默认是所有人都可以创建项目。通过 self 这个词儿啊，能找到这一行。这行不是我们写的啊，手册里写的，照着抄就行。那这段内容，有同学可能会想说，老师，生产中我查手册，那我不是查这个 TML，那你可以去红帽的官网下载下来我们 OpenShift 的这个管理手册，管理手册当中也有，就这行啊，管理手册中也有280，就是我机器上没有，我既然要有这个管理手册的话，就可以直接搜到红帽。我们要查手册的话，应该查这儿。连接与支持，在这个位置，连接与探索，文档，文档当中呢，去找我们的 OpenShift。CPU 50%，行，那行怎么办？OK，页面无响应，OpenShift。OpenShift 的集群管理，第三个。然后找到它的 PDF 或者是 HTML 都行。我们建议大家选择的是 HTML，当然选择 PDF 也行啊，都可以。然后在它里面去搜 self 这个词儿，它里面会说明啊，默认情况下用户能怎么样，怎么去关闭默认用户的配置。管理的集群，监控的集群，我们要做的是管理上面这个大网页，simple HTML，那进来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个位置给它改成中文，中文，中文我们要改什么呢？你随便翻一翻呢，你会发现它很多章节，内容很多。我们要去干什么呢？我们要去做一个叫做 self。self。
哎，他这个手册里没有啊。OpenShift 的入门区别，管理 AWS，管理生命周期。他这个太简陋了，大家回头来看他们的讯息。好，他启动他的吧，我们先往下讲。这波操作不影响啊，这波操作不影响，只是说用户能不能创建项目而已啊。咱先往下做。前面加星的步骤呢，是说你必须做的。看第三题，第三题呢，你要去创建项目，一二三四五要创建五个项目，这些项目的描述是统一的。然后呢，我们这两个人，一个是管理员，一个是。Admin 这个人 SALOVU 他管理员，IAMI 是个普通用户啊，一个 view 的权限。IAMI 是这两个项目的管理员，IAMI 是这两个项目啊，是这一个项目当中只有 view 的权限。OK，放循环。我们要用的命令呢，就是 new project，这个叫创建项目。后面写的项目名，写项目描述。它的语法格式直接去杠 H 看帮助，直接里面就有。创建项目直接起个名啊，我们要求叫什么名呢？起什么名？描述 description 描述是什么就写了，因为中间的空格加引号。我们要去创建一二三四五个项目。五个项目命令敲五遍的话也行啊，就可以。我们是觉得直接去搞一个 for 循环呢更快一些。不是。还没有启动完，我们先按住，干爹，项目就创建完了。对于这套命令而言，咱们所有的命令啊，要求各位同学都要去会用 type 键，type 键会用的话，我就能找到跟我们的项目有关的 project。啊，这项目 那新创建项目呢，就是 new project，后面 type 键没有反应了，那就看帮助。啊，帮助用法，创建一个项目，with 一个名。如果你创建项目的话，要去更改它的描述啊，description 描述，考的是第三个事例，把第三个事例不要的删掉啊，要的内容修改一下就可。项目怎么来创建？项目创建完了之后，继续。这步验不验证随便啊，就你确认上来命令没问题的话，那项目肯定创建成功了。描述对不对？主要是来确认描述。这个我们不确认了。之后呢，我们要把相应的用户变成管理员，变成 viewer。你需要知道我们的命令怎么用，admin policy。在上个课呀，我们讲了啊，把一个新创用户变成集群管理员。那这一堂课，我们只需要把用户变成管理员，admin 变成管理员和变成 view 啊，普通用户，这个需要来添加。先把两个用户都添里边 ，OC admin，把他们都变成。管理员这是项目名、描述名，so 是 admin 是这个项目的管理员，他 Amy 是这个项目的 view，这个里面他没有要求这个 Amy 是管理员啊，所以说你 Amy 做这个题的时候。
你可以只给它一个 view 的权限，啊，这个是 OK 的。然后呢，这步，啊，这步就要求了 Ayami 是这三个项目的管理员。我们一共有五个项目，那上面这个项目呢，他们仨是管理员，下面三个项目呢，他是管理员。哦，他添加管理员，上面三个项目，下面三个项目啊，在这儿，admin，一二三，下面三个项目他是管理员，上面两个项目他是管理员，然后上面两个项目呢？上面两个项目它是 view 啊，有 view 的权限，ROME 不是管理员，就它只是 view，就这步 add user view。哎，因为提到了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啊叫什么呀？它有个叫 name 啊，项目名。这个项目在 KBS 当中管它叫做名字空间啊，叫做 namespace。然后在 OC 当中呢，管它叫项目名啊，叫 project name，一个东西啊，都是来指明范围的，指明范围。步骤二、步骤三对应的是这个题，管理，Ayami view，然后最后一个小题儿呢，就是它，最后一个小题儿，Ayami 是另外两个项目的管理员。OK，这个是权限。相应的角色呀，人家告诉你了，直接写就行啊。这个项目名直接杠 N namespace，这个名字空间对于我们当前这个要求啊，它就是你的项目名啊 project。OK，我们把这段内容执行一下。这个帮助你得会查，帮助会查了之后呢，命令就能写出来。我就直接复制了。view，另外两个项目的管理员，接着个 admin，别忘了写项目名啊。用户就填完了。前面这段内容呢，准备的是用户一个，第三题，第一题，第三题，第九题。那剩下我们要来干的事儿，就是看它怎么来缩放。第三题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去看它绑定的角色啊，在相应名字空间中绑定的角色，admin 里都有谁，然后 view 里面都有谁，这个你可以去验证。用 row bounding 来做验证啊，RBAC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主要是看前面这个啊，前面这个叫做角色绑定，row bounding，添加一个角色到一个用户，把一个用户和一个角色去做绑定啊，去 row bounding 中去看，看第九题。那第九题当中，它要涉及到缩放，那你缩放的话，你得有什么呀？你得有这个用户，谁是这个项目的管理员？Creator，找到第三题。考试的时候呢，你可以找考官去要张纸，然后呢，把你这些项目的名称啊、用户的名密码写一写，你看看用谁的身份。
第三题，ROME，这个项目谁是管理员呢？SALVO。这个怎么用 Ayami 来登录呢？啊，Greater 应用 Simple 项目，Simple 啊，这个项目谁是管理员啊？这个项目 Ayami 是管理员，所以用 Ayami 来登录。就只要做管理的话，请用相应的管理身份。第九题，用 Ayami 的身份来登录。那登录成功之后，它默认的这个项目就是 Simples，那我们要用的这个项目就是 Simples，所以说这不用动了。Simples，那如果你当前项目不是 Simples 的话，这个你要改，用 OC Project 命令来改。我当前登录之后，默认是 Simples，所以这条命令我可以不用写。我们可以通过 Project 命令来确认啊，你当前所在的项目所在的名字空间。之后，那之后我们要去缩放，scale，缩放的副本数呢，人家给你了。replica 是五，缩放谁？greater，缩放谁？greater，OK，缩放一下，OC，OC get pod，这步用来确认什么呢？确认你当前 pod 存不存在。那你 pod 不存在的话，我能缩放吗？缩放不了。那这个 pod 是哪来的？往前翻。啊，找到 Greater 应用，第六题，第六题做完了之后。第六题，第六题做完了之后，我们才能做。第六题创建个新应用叫这个名，在这儿，这个位置，新的应用叫这个名，我们需要完成第六题，才能做第九题。第三题得先完成第一题，第九题得先完成三，先完成六，然后呢，我们才能做第九题。OK，回过头来，我们先把这条命令看一下啊。OC scale 缩放，那缩放的话呢，它直接就告诉你，你可以缩放 deploy，然后副本数是多少，你也可以去缩放 RS 值，叫 replica size，叫 RS 值，也可以说去设置你的 DC 啊，deploy config DC 的配置，就这道题到底改谁呢？随便啊，改谁都行。我们最终是要缩放的，改成多少？改成五，然后剩下就是到底要改谁？到底要改谁？那对于我们当前这道题而言，第九题，第九题，我们这个 pod 是哪来的呢？这个 pod 是通过你的 deploy 来的，通过 deploy 部署来的。
就当你去创建这个应用的时候，那这个应用是从第六题来，第六题创建应用的时候，它会自动去创建一个 DC deploy，那所以说你要去修改的是 deploy 的配置文件，DC，这个 DC 呢，它是个缩写，这句话在这儿，这就是 DC 的缩写啊，它叫做 deployment config。那有同学可能会想说，你明明是个缩写，你这为什么给我写？你推不见，我能看到这完整单词啊，这个单词也能看得到，剩下就是动作出来了。那我这个 DC 是哪来的？DC 往前翻，找到你的第六题，这些题之间它有关联性啊。OpenShift 的它虽然说题比较少啊，但它都是大题，每个题之间有些关联。往下翻啊，就创建应用的这段儿。创建应用这段儿啊，它下面有很多的 message 输出，其中就会用的什么 DC 啊、DC，然后 DC 的名叫什么？你应用是通过你的 deploy config 配置出来的，所以我们改的是谁呢？改的就是 DC 的值啊。当然，你可以也可以改别的值，比如说改那个 RS 的值也行，改 deploy 也可以。就这个题，它好多种做法。而且我们就用一些 edit 命令啊，也支持啊，也支持。OK，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大家微信群里的问题啊。对，先完成第六题啊，才能做第九题。是的啊，张同学说的对。同样的密码密文不一样，它加密算法呀，像这些哈希算法，你想我们用非对称加密算法，它生成的密钥都是不一样的，相同的密码。不知怎么知道创建用户默认属于哪个组啊？直接看那个 rule boundary，在整个 K8s 当中啊，它查看用户属于哪个组，看的是 rule boundary 这个词儿。OC 和文秘 policy，row boundary 添加组、删除组、策略，OC row back new APP 新项目。集群配置转换管理暴露真相暴露的能力 C U 不入不入添加组删除组。从头节点操作网址，配置创建，管理节点新项目，管理验证，自动锁放，自己。验证，验证权限，对话，get 查看，row boundary，我们添加的用户啊，都属于的是在你的一个项目当中。那如果是项目当中用户呢，看的都是 row boundary。那如果你添的是一个 class ID 啊，集群管理员是整个集群的管理员，那看的是 row bounding，class 的 row bounding，就是这个 get 的时候看的不太一样啊，是 row bounding 还是 class 的 row bounding？
所有的对象在查看的时候呢，用的都是 GET 命令，ClassRowBounding 啊，还有这个 RowBounding 在这儿，GetRowBounding。然后后面呢，看的是你当前的用户啊，所以绑定了管理员。再看他们的组，咱们再回过头来，删除集群角色，cluster role，集群角色，哪道题？第一题吗？第三题？第三题，第一题，创建用户。无论你删除哪个角色啊，最终呢，你只要是确认用户不能直接去创建项目了就可以。这是吴同学问的问题啊。在哪儿？在台湾。台湾有考点儿啊，台湾有啊，不过台湾它的考试形式跟国内不太一样，远端考试，台湾它应该是那种考试机，就有一个 IBM 的一个 PC 机器啊，然后登录你的账号，它的考试机呢？也用的是 PSI 啊，去做考试中心，有一个笔记本的摄像头，我还得额外接个摄像头。台湾只能考4.6，OK，那4.6版本的话呢？那4.6版本这怎么办呢？这个在大陆地区，因为咱们有台湾的同学，是吧？在大陆地区啊，四版本以后的赋能，14号有下周啊，下周大陆地区的讲师才赋能。吴同学的话，等什么时候要考280了呀？然后再找我吧，啊，再找我。就现在这个四版本的题没有，咱们现在3.9。不过，对于红帽而言呢，他们这个考试题版本之间变化，也就是变化1到2道题，版本之间的变化，它不会变化太多啊，也不要紧。就你先用3.9考，理论上也能考得过啊，就把3.9练熟了呀，去考4版本以上的考试，应该也是能考得过的。就你要担心怕考不过的话呢，你就先等等啊，等我们下周讲师赋完能啊，哪天我有空了。把这个4版本考了，然后有了练习题的题库啊，再考也行。实际上全国培训水平都差不多啊，都差不多啊。OpenShift 的 router 是自己的东西吗？它不是自己，应该叫做自己。东西吧，啊，他又额外包了一层嘛，额外包了一层，对，类似于我们的 Ingress。第一题，最后一小题，两种解法，就吴同学啊说的第一题、最后一小题两种解法都行，删除集群角色啊也可以，两种方式都行啊。反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用户创建项目的时候，能不能创建？那你无论怎么改，最终测试的结果呢，就直接创建项目创建不了，那就 OK。这是咱们这堂课的内容，看看还有没有问题。我这个 Classroom 看好不好？怎么卡这儿？
Classroom P ESCP Server。哎呀，我这个，哦，我快点恢复，再恢复一下吧。好，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啊，咱先休息一会儿，然后把我的环境再恢复一下。再见10分钟。OK，能看到我桌面的同学，签到表数字改成二。能看到我桌面的同学，签到表数字改成二。OK，那刚刚课间10分钟啊，我干了一个事儿啊，Classroom 启动可慢了。正常不开腾讯会议的话，它不会启动那么慢。这个腾讯会议看着也不怎么吃 CPU，然后 Classroom 就起得可慢，也不知道为啥。我就知道这个有腾讯会议和没有腾讯会议有区别啊，因为别的应用平时我都开着，平时不开的区别就是腾讯会议的事儿。你们在做练习的时候呢，练习环境中。Classroom 启动完成，再做其他步骤。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啊，也要注意一下，要不然你看我刚刚啊，Classroom 最终是起来了，到后来卡死了，网页都打不开。那现在呢，我别的 KVM 都没有启动啊，只开了一个 Classroom。那在这里面，我们去搜关键词啊，self provision，self 装配项目。这段内容啊，我们不是背下来的啊，我们不是背下来的，我们最终要干什么呀？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是不是谁都能创建新的项目？行，这链接找不着，那再找啊。哎呀，赛，
修改模板禁用啊，看6.2.2啊，禁用 self 装配，禁用自己去装配。这个里面呢，我把字放大一点。他说我们用关联身份登录，默认就关联身份登录。然后呢，可以来查看一下啊，review 啊，self provisioners。那关于我自己登录的话，它默认有一个什么权限呢？有个系统验证。那我们如果想禁用啊，自己来装配的话，那应该怎么办？需要执行下面这个命令，把它给删掉。删掉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打补丁啊，patch，通过打补丁的方式给它改掉。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我们可以用 admin policy 命令，把它的这个权限删掉。这条命令是查出来的，不是背下来的。太长，那如果要查的话呢？这么来查，describe，查看当前的 class role 绑定，哪个角色集群角色绑定，self，查看这个集群角色绑定，然后呢，你就找到了我们当前的角色名和你的这个组，角色名和组都有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敲这个命令了嘛。角色名和这个组，然后一删就完事儿，啊，命令这么来的。我这儿，这条命令呢，就用来查看 class role 绑定。写到这儿就行啊。那我练习环境 OK 了，我把别的虚拟机再起来。是大号。OK，那我们再回过头来，通过这个集群角色 RBC，这个是默认值啊，这个可以不写。因为我们是复制过来的，就给你留着吧 然后后面这个名你记不住也没事儿啊，n 推不见，哎，推不见它可以补全和列出，补全和列出之后就找到了下面这个名字，下面这个名字，系统验证，系统验证的身份，V。这段内容哪来的？不是，去掉最后的 s，啊，多写了个字母吗？有 s，啊，这儿没有 s 是吧？啊，下面这个命令没有 s，那这个 s 到底有还是没有呢？这个 s 删除组，在我们的子命令当中啊，它支持缩写啊，写 s 的时候 not bound 啊，这要集群角色绑定，都绑定中不带 s，都没 s，OK，听不见看吗？这个都听不见看，手册里边看是带 s，在这看它带 s，那手册写错了呀，在乎
这是角色绑定。我们这个删的是角色组名啊，有点区别是吧？OK，那我们继续啊，就这个句话怎么来的？你去查手册啊，查手册可以。然后在上堂课呢，这个吴同学啊，他说也可以这种方式是吧？删除集训角色也可以。只要最终啊，他不能直接去创建项目就可以了。OK，那么回头来继续。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创建路由。创建路由做完了呢，这段内容讲完了，我们就可以去做咱们的第六题了。先看怎么创建路由。那创建路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通过外部来访问。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依然有点大，我还是稍微调整一下。不调整应该也行，不调整的话，把字儿改小点儿，字儿改小点儿应该就可以。现在写这玩意儿是 HTML 啊，有 HTML 它也支持啊，这玩意儿就 HTML。那外部来访问呢，我们是通过一个客户端。然后通过路由，load balance 找到内部的这个应用。有同学说了，老师这个不就是我们的 ingress 吗？那咱们也来看看图，帮大家去做个对比。还是我们的 KVS 的手册，在它的手册当中呢，我们去搜一个词儿叫 ingress，这个词儿翻译成中文呢叫入站。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这个图跟我们刚刚看这个 router 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啊，就通过你的客户端，然后通过 ingress 访问你的服务，然后呢，服务对应的是 pod，啊，这个东西在 KBS 当中叫 ingress，然后呢，在我们的 OpenShift 当中，啊，它起名叫做 root，叫路由，反正它们功能是一样的啊，都是通过你的外部。客户端啊，外部 external 啊，外部的网络，通过外部网络来访问到你的 ingress，访问到你的 router，然后呢，再找到你内部的 service，内部的 service 和 pod，啊，这它的逻辑。那对于我们的 router 怎么来创建？那 router 的话，我们一种方式啊，你可以去 expose 的方式叫什么呢？它叫做暴露。暴露一个服务，将一个服务暴露出来啊，一个 service 啊，将一个 service 服务暴露出来，给你这个 ingress。那对于 router 的类型，它的 router 呢有这么几种类型，一种叫做边界啊，edge 啊，边界，edge termination。边缘终止啊，边界路由，那这个里面用到了 TLS 啊，TLS，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用到证书，需要用到加密啊。那一提到证书的话，自前面证书都需要用到公钥和私钥，还有你签发的机构，你要把这些，因为他用到证书啊，这证书要配置在哪儿？配置在路由里，配置在 Edge 里。咱们的第六题就是个边缘路由，边界路由。你看一下第六题当中，看这步，这个叫公钥，这个叫私钥，公钥和私钥。那你做的一个边界路由，它需要暴露一个 service，所以说它要对应的 service。最终通过哪个主机名访问 hostname？OK，一二三三块，
啊，就你看命令的时候，你要能看出来他们分成三块儿。那么再回过头来，继续，啊，边界路由需要用到证书、公钥和私钥。那还有一个呢，pass through 这种叫做直连，啊，那不管你怎么连，我们都需要用到加密，加密的流量直接发到目的 pod pass through。pass through 在 KBS 当中呢，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叫做，无头服务啊，就这个在 service 当中是一个无头服务的概念，就不需要去给它前端呢再去给它搞个 service，无头服务。然后呢，re-encrypt，再次来加密这个终端啊，再加密终止。这个是边缘终止的一个变体，第一种的一个变体，经过路由器通过证书终止，然后再加密啊，也就是它需要两个证书。它一共有三种路由的形式。那下面呢是一些实例。你要去创建一个证书的话呢，正常情况下需要去做三步。创建一个证书，第一步呢是生成，out 是生成，后面这个呢是你的密钥的长度。使用 RSA 非对称加密算法来生成一个私钥，私钥的长度是2048位。这段内容呢，生成的是私钥 （private key）。然后下面这段命令啊，request 这条命令呢，生成的是一个叫证书请求文件。我给大家去换下行，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好看而已啊，没别的原因啊。这条命令生成的是一个叫证书请求文件，request，就这个啊，CSR。那证书请求文件是干嘛用的呢？证书请求文件我们可以用它直接去申请证书。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啊，生了个孩子。孩子的指纹啊，生的这个孩子，他这个指纹是唯一的，他痛是唯一的，他就是个私钥。然后呢，我们需要去拿着医院的一个叫做，你得上医院开一个叫准生证。这玩意儿呢，你可以认为他就是个孩子，新生儿。然后呢，你要去开一个叫准生证的一个东西，准生证。准生证，然后呢，拿着准生证去干什么呢？out，拿着准生证去生成你的证书，这个叫做 public，这个呢就是你的证书。这个呢是你的私钥啊，通过准生证去生成的证书。证书呢，我们用的格式一般都是509格式。request，这个是证书的有效期，你是1年还是10年随便。我们用那个证书请求文件和你的那个孩子啊，在那个孩子，那孩子是私钥，用你的私钥用证书请求文件生成你的公钥。你得先有孩子呀，你孩子那个手印儿，哎，这那个手指印儿啊，印出来的那个就是公钥，手指头呢就是私钥。出生证明有效期啊，就我们的身份证啊也有效期，你的证书，身份证小孩的话应该是几年吧？啊，小孩应该是没有啊，但是上中学了才有，才能办身份证，OK。那这段内容你就了解就行，不用背啊。生产当中你可以用，考试环境当中呢，帮咱们准备了脚本。考试环境和练习环境中都帮我们准备了脚本。脚本现成了啊，下载下来直接执行就行。这个事儿应该怪我啊，我应该是把你们环境给准备好，这条三类命令先给准备好，然后你们直接执行就行。
然后这个我没给你写在切换环境的脚本里，这个你就手动改一下，因为原来文件就长这样嘛，我就没动它。那这个文件功能什么呢？它就是脚本。这个脚本拿过来之后，wget，考试的时候呢，我们直接下载就可以，登录我们的 master。登录 master 之后，然后下载这个文件，wget。这个文件你们在考试的时候，它的格式是对的，内容不用改啊，内容不用改。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改一下呢？因为它这个域名啊，它这个 key，这个 key 文件呢，你看这个这堆 key 文件，还有什么，翻译成中文就是域名对不上。啊，域名对不上，咱们用的域名啊没有这个 cloud apps，那你需要把 cloud apps 都删掉。考试环境都是对的，不用改。练习环境我没给你们改，这个你们就自己改一下。冒号、百分号、替换，把 cloud apps 替换成啥没有？一行出现多次，全替换掉。greaterlabexample.com，greaterlabexample.com，你看这个里面这个名哈，关键是这个里面的名，就外面这个名字呢无所谓啊，主要就把它改了就行。但它改了，外面不改了，看着有点乱，所以呢，给你们写笔记就顺道全改了，就这步啊。考试是不用过，我是默认没给你们改，你们就自己改一下。考试时不用修改，直接执行。制定脚本时使用杠 i 选项，加入预参数，直接把它的内容改掉就可以。你看这个位置啊，没有那个 cloud 名了，cloud，cloud，cloud，这个要一个个改的话也比较浪费时间啊，就直接 set 命令改掉就完事儿。改完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私钥。政府取用文件一个公钥就三步，咱们刚刚看的三步。那这个刚下载的文件呢，没有执行权限，那你用点儿 source bash 随便啊来执行一下。保存，执行，这就那三条命令啊。执行完了之后呢，你的证书文件、你的私钥和你的证书请求文件。最终我们要用的是这两个文件，这个是文件怎么来？咱们这边考试不要求大家会 OpenSSL 命令啊，但你得知道它里面这个域名，里面这个你的主机名啊，大概啊，这个也得知道。这步是来确认的啊，完事儿，再回过头来。这段了解啊，了解。用管理员身份登录去缩放 scale，缩放一个 deploy 的配置文件啊，这是配置文件名，把它的赋值数呢改成零，改成零可以去设置它的变量。然后呢，再缩放赋值数改成一。改成一之后暴露服务，暴露服务即可。这个是如果它有子域的话，啊子域，监控路由 monitor，监控路由的话直接去切换项目，这条命令叫切换项目，查看 port 啊确认即可。下面是一个创建路由的实验啊，lab setup 还是在 workstation 上去做，用你的用户身份登录，登录之后默认可以创建项目，创建个项目，这条命令是红帽培训给我们提供的，就默认呢你生产中是不存在的啊，默认生产中不存在，这个命令是干嘛用的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私有的定向仓库，私有定向仓库，私有定向仓库，你得去查看一下定向仓库里面的定向。查看镜像用的，那如果没有这个命令的话，我们得怎么查看呢？你得用 curl 命令，啊，你得用 curl 命令去查看，忒费劲了，得敲好长串命令啊才能查看。那现在有这个命令的话呢，直接去写就行，直接去写，它就能查看啊镜像名，在这个里面去搜索，搜索什么呢？搜索这个镜像名。使用证书，使用证书来搜索。后面这个呢是你的经销仓库地址。我在哪个经销仓库上去搜索这个景象？使用加密的方式来搜索。我们的 registry 点 lab 点 example 点 com 这个是谁呢？先来瞅一眼，拼音250.13。这个应该是那个 service，service 点儿，我新开个 table 啊，services.cs.es.server.vi.vi.cs。250.13，250.13，啊，就这台机器呀，就是 services 那台机器。那我如果要去它上面去搜索镜像仓库的话，得用这条命令来搜索。这条命令，这条命令得会啊，你考试要用。那不会也不影响。这个命令默认在哪呢？在咱们的 workstation。它的机器上默认没有，啊，这儿也没有。Workstation 是你考试的时候那个客户机。那既然是我的 service 的话，你可以去 service 上看一眼。啊，有同学说老师，我想用这个命令怎么办？你可以看一下命令来自于哪儿嘛。看它那种包，这个就是个 Python 脚本。通过 yum provides 我们可以看到文件的来源。啊，没有任何来源，它就是个 Python 脚本啊。which user local b。通过 Python 啊执行它，后面接一二三四四个参数，这就是它的功能。要是没有这玩意儿的话，那你们去查的话，那可费劲了。你要查镜像名，curl，用 curl 命令也可以去查。直接查这个一般人看不懂啊，就它后面还得接好多东西。这个玩意儿更费劲呢。V2 的版本写反了。位置，命令写不对呀，我找找啊。塞。考试的时候用 Docker 命令啊，这个 Docker Registry CLI，考试环境中会给你提供在 Workstation 上。我们还有个 curl 命令也可以来查。curl 在这儿，这个 V2 test log，啊，没写错呀。
下划线 data log 下 v2 下划线 data log 啊，没写错，没写错就提示啥？我看看啥原因哈、啊？软名仓库。列出项目，啊，它的格式给改了，这个搞成个网页，复制一下看一眼，浏览器，啊，搞成这样，它用的那个 image 不太一样。Services 他用的 System Control Status。是导致，PS，对呀，它直接不是直接来运行的呀，普通用户，SS 80443。443 registry 443类443在这儿，https 高级，这玩意儿防不了，买 registry。它镜像仓库啊，然后呢，它用80啊给咱们把它都发布出来了，也就是说，通过浏览器你的80，你可以直接查浏览器的80，我有哪些镜像？那刚刚我们搜了一个镜像名叫什么呢？刚刚搜了个镜像名叫 Hello，叫 OpenShift Hello OpenShift。OpenShift Hello OpenShift，Hello，这个给咱们看的是一个 Git 仓库，它那个给咱们看的是一个镜像仓库，镜像仓库它没有给咱们网页的形式列出。HTTPS，Registry Services VICS HTTPS，你看用网页浏览器浏览的话，这个位置空的啊，所以说这个你只能用什么来看呢？只能用这条命令来看。如果你要来验证的话。这条命令，那这条命令它的语法格式，考试的时候命令会给你，那它的语法格式啊，这个你要去看一下帮助，找到你的 workstation，帮助，它的语法格式后面要写什么呢？写你的镜像仓库地址啊，registry 那个地址，然后关键词是什么？这几个，search，使用 search 能干什么？使用 list 能干什么？关键词就俩，啊，没有第三个。再后面呢是 value，你要搜什么？你要列出什么？你要列出什么？SSL 呢是是否使用加密协议？咱们当前这个就是 HTTPS，就是加密的，那你只能用 SSL，而且他写的不间括号都叫 B 选项。所以，
我们在敲命令的时候，这个呢就是它的镜像仓库的地址，咱们刚刚 HTTPS 访问的那个。设置呢就是你的 query keywords 啊，关键词啊，你是搜索还是列出，然后搜什么 value 啊，你搜的那个镜像仓库的镜像名叫什么名，就是写什么名。这个镜像名是个啥东西呢？就平时啊，我们在搞容器的时候，经常会访问这么一个网站，hubo.docker.com，你访问那个镜像名就这个名，就叫 hello，这玩意儿就叫镜像名啊，这玩意儿就是专门放镜像的一个网站，叫做 Docker Hub 啊，Docker Hub。OK，那回过头来，这个命令得会啊。考点啊，考点。那下面这条命令呢是 OpenShift 的专有的命令啊，创建一个新的应用。我们创建应用好多种方式啊，可以直接使用 image 的方式来创建一个应用。这个是你的应用的名字。它创建应用啊，跟我们 KBS 创建应用不太一样啊。KBS 创建应用说创建个 pod，它是把我们干的一系列的活儿。你的 deploy、你的 service、你的 pod 全给我们搞好了，啊，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叫做创建应用，有 OC 的 new app，OC 的 new app 啊，它实际上相当于啥呢？就相当于你那个 KBS 当中，你创建的那个什么 pod 呀，DC 呀，deploy。deploy pod service，就他把你那堆事儿全给你放一起了啊，给他搞了个集合，叫做 OpenShift New App，实际执行的 Python 脚本儿，你们去 Workspace 上看都有啊，都有，就练习环境大家应该是人手一套。对，实际下面这个 Python 脚本儿啊。上面这个是用的 Shell 脚本啊，调用最终还是个 Python 脚本，也不知道它为啥转两遍，直接写个 Python 脚本不行？Python 脚本把这个位置换成 Python 啊，下面写 Python 内容可以直接来执行，就没必要写。反正他这么写，最大优点就是他可以去加 $123 啊，实际上想不出来还有别的原因。OK，那这条命令就可以直接用刚刚的 image 去创建出你新的应用。它会把相对位置拉取下来，通过你的镜像仓库，是吧？这是镜像仓库地址。镜像拉下来之后呢，然后它下面就说了，他说这个镜像啊，现在最新版本是 latest 的。然后呢，它的 DC 叫做 hello 啊，这个 deploy config deployment config，然后它的端口呢8080888两个端口，负载均衡，service 名叫 hello。然后其他的容器如果要访问的话，可以通过 service 名来访问，service 名在集群内部可以直接来解析。之后呢，去创建相应的资源。你上面这一堆呀、啊，他说啊，我们要用到这些资源，这个 image 要用到这些资源，然后他创建这些资源，然后创建成功了，创建成功了想通过外部来访问的话，那你需要把服务暴露出来啊，确认状态。之后去看一下当前的 pod，它有 IP 地址，运行在哪个节点上，然后这个 pod 的名，去看一下你的那个脚本儿。培训环境当中也会给我们准备相应的脚本儿，也是去生成你的私钥、公钥、证书取得文件，思路是一样的，啊，都是生成文件。之后呢，创建边界路由啊，创建边界路由，考点是吧？你的服务名是什么名？这条命令我们能找到，那服务名你得去查，你的服务名叫什么名？刚刚在创建你新 APP 的时候，它就告诉你服务名了，把服务名抄过来。host name 是最终访问的时候的名字。这种访问啊，我边界路由的那个名字叫什么名？我通过外部来访问这个名称，边界路由的名称。
然后呢，我们说编辑部要加密啊，你的公钥和你的私钥。之后呢，测试，明文可以访问，密文可以访问，HTTP、HTTPS 的区别。之所以加个 K 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当前呢，你用的是一个自签名证书，自签名证书默认呢，它验证不过去啊，所以说得加个 K。那我还想看我使用的到了证书，那就加个 V，VVV 叫详细的模式。然后呢，通过我们的 Pod IP 啊，可以访问。你做完边界路由之后，通过外部啊，通过外部也可以直接来访问。这是最终它的访问的地址，访问地址是什么？这条命令它实际上是看我们默认的格式。YAML 文件的格式，这个格式当中呢，它明确声明了我的证书文件、公钥、私钥、公钥、私钥的内容。就你刚刚那条命令啊，实际上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创建一个路由。这个路由在创建的时候，你不使用命令创建，也可以使用 YAML 键的创建，这是 YAML 键的格式。了解一下就行了，你就知道这个里面有公钥和私钥就得了。TLS 公钥和私钥连的哪个 service 的名字是什么名？哎，果然是吧？它的路由是不是就是 ingress 呀？路由就是用 ingress 来做，路由的名字啊，主机名 host name，测试。这个测试访不了的话，原因是什么原因呢？他说这个应用不可用，不可用啊。然后我们加 VVV，加 K，使用到它的证书，然后看详细的输出模式。然后下面就说了啊，它的这个证书的一些信息。然后呢，可以访问，只能去加密的来访问，明文访不了。在 Node 一上。Node 一属于集群内部啊，在集群内部直接可以访问，访问你 Pod 的 IP。那这些 message 如果不想看的话呢，就加一个杠 S 选项，S 叫做 silence，叫静默方式。然后 VVV 这个呢是下面这段啊，它会显示你通讯的那些数据。我当前 curl 命令做了一个 get 的操作，用户的 curl 版本啊，你访问的主机是谁？允许任何人来访问啊，输出了 message。实验做完了之后呢，一删，就整个这张啊，他要给我们干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做一个路由。你会做一个路由，会暴露服务就可以。两种方式啊，这两种方式我们给它捋一捋啊，就这段内容。Ingress 就是路由。啊，这个是一种方式。那我们想访问的话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叫做 service 当中它有一种类型呢，叫做 node port。通过外部来访问内部的 pod，一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ingress，KPS 叫 ingress。啊，OpenShift 它叫做 router，另外一种呢叫做 service 的，node port，我搜一下吧，service 的 node port 类型也可以去定义我从外部能访问内部，这是两种方式，KPS 两种方式，那对于我们的 OpenShift 而言呢，它也是给我们搞两种方式。不过他建议我们用什么呀？建议我们用 router 来做啊，用 ingress 来做。lab setup 设置环境，登录身份，查看 pod，查看 service，查看路由。那 service 默认是集群 IP 啊，它可以改成 node pod 的方式啊，通过集群外部访问集群节点，master node 1 node 2等访问。另外一种呢，就是你依然是 class IP，给它搞个路由啊，搞个路由，通过 ingress 来访问内部的 service，
然后访问 router 就可以，这是两种方式。最后 LabGrid 主要是来判断刚刚做的实验对不对。那如果都对的话，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直接去 delete 啊，删除啊，删除你当前这个环境，你刚刚做的所有的操作。对于整个 OpenShift 而言，OpenStack 啊，还有什么 Ceph，就现在呀，所有的集群的软件啊，它只要用到了 SDN。只要是后妈的产品用到了 SDN，使用的都是 OpenVSwitch，使用的都是这一个软件，Master。就这个东西，啊，使用的都是这一个软件，啊，就不管你用的是。OpenStack、OpenShift 还是 Ceph，只要涉及到了 SDN，这个是现在红帽主推的一个软件啊，开源软件啊，缩写 OVS，Open Virtual Switch。那它可以来提供什么呢？提供 Pod 之间通讯。那对于我们的 OpenShift 的服务而言，它的 SDN IP。啊，也来自于 OpenVSwitch，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些标签选择器啊去做标签，通过 selector 来选择，来匹配上相应的 pod。对于本身 service 而言，啊，service 可以搞成一个 node pod 的方式，然后呢，客户端可以访问你节点的端口，反正就是这个范围呀。你不写的话就随机，你写的话呢也是3万多，啊，指定还是随机。这个内容就是 KBS 的内容啊，KBS 内容，NodePod 的范围是3万到3万2767，你不写的话它随机，你要写的话那就指明啊，指明它的端口是多少啊，跟我们 OpenShift 的就是完整的包含了 KBS 中的所有内容，这个叫 OpenShift。你像我们这个。kubectl，先配个命令哈，get pod，就这些命令啊，它都有啊，剩下的事儿就看你权限呢配置文件啊。OK，有这么多 pod 来运行啊，我们的镜像仓库 registry，镜像仓库在这儿呢，那 workstation 是啥呀？看 OY 的，OY 的，10.129，可以 get service，啊，sorry，可以 get service，那个，这玩意儿他没做别名啊，得敲全了，啊，Docker registry，5000。这个镜像仓库，Kubernetes 镜像仓库的控制台9000，路由，OK，就 KBS 那一堆东西这里全有啊，都一样。建议大家呀，学完这门课之后啊，有时间的话，把 KBS、CK 学一下。OpenShift 里面它东西很多啊。你这个学完了之后呢，把这个，因为它里面包含了什么呀？包含了 KBS 的内容，所以说你 KBS 早学晚学都得学，早晚的事儿。现在生产当中呢，反正不用 OpenShift 就用 KBS，将来肯定选一个。OK，那么回过头来继续。这它端口的范围，那 OpenShift 的呢？它这个实际上路由就是 ingress 嘛，啊 ingress，或者我们也可以用 export 命令啊去暴露出来。对你这个路由到底怎么做无所谓啊，你路由做的是哪种也无所谓。咱们教材上主要强调的就一种啊，边界路由，root edge。
那默认情况下，你所有的 POD 呀，都会通过 NAT 的方式和外部的机器来访问，啊，网络都是通的。OpenShift 的路由啊，共享一个路由器服务来实时，啊，它里面有个叫 Xprocy，专门去做 load balance。那我们可以直接去用 OC 使用你的文件来创建。就到底你使用的是 create 是杠 F 啊写的具体文件，还是直接去写啊相应的资源啊都可以来创建。它这个 OC create 呢和那个 kubectl 的 create 是一样的，创建路由，但不使用显示的 hostname 就会自动生成这个格式，路由器名、项目名啊，默认域，hostname，主机名如果不写的话，它默认的名称叫这个名。我们看一下 kubectl expose kubectl，它里面也有好多的子容。它默认没有去做 completion，就没有做退步件补全嘛。我们看着费点劲啊，咱稍微设置一下。当前默认呢，我们用的是 bash，当前默认是 bash，想让它立即生效，就是这条命令就行。小于号输入储存项，把后面命令的内容啊，直接用 source 执行。做这条命令的目的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配备件的。我们可以去干什么呢？expose 啊，也是这个东西。就 kubectl 用的是 kubectl expose，OC 的话，OpenShift 的 client 命令也是 expose。然后 expose 我们也可以去暴露你的服务。配备件没反应了，那就看帮助。啊，有反应是吧？你要暴露。暴露可以是一个你的 registry 进行仓库，可以是 Kubernetes 啊，可以是空台，可以是你的 router，就这个直接看 H 吧。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翻一翻，暴露服 RC 可以写 file 文件。可以暴露 pod，暴露 service，暴露 rc。rc 是副本的配置文件，rs 也是副本 replica side。就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旧版本，一个新版本的区别。暴露 deploy，然后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名字。hello generate name，最下面。没了啊，就这么一个 name，目标端口，啊，就这么一行 name，新创建的对象名。我们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额外的选项啊，叫 host name，叫主机名，路由器支持的协议啊，HTTPS。TLS 啊都支持，Web Socket 啊也支持，这些实际上是 Ingress 的功能。我们可以创建不同类型的路由器啊，有这么三种，都需要用到证书，用到加密，也支持通配服。那如果要用通配服的话，你要额外去设置变量。什么叫通配服呢？就是你在设定一个主机名的时候啊，设定主机名的时候星点什么东西。啊，星点儿，example 点儿 com 啊，那个叫通配符。对于第三章而言啊，我们有一道考题，就第六题。第三章有一道考题，第六题，给了你 image，然后让你创建一个应用。创建应用的话，那我们要用的命令呢，知道啊，会查帮助。OC 创建应用，我们用的是哪个命令呢？New APP 啊，New APP。
这玩意儿怎么用？你看看帮助。在创建应用的时候啊，它有好多种方式。我们现在给了你一个 image，那你就使用 image 的方式。咱们有一个使用模板的方式，然后呢，使用一个代码仓库的方式。哎，Docker image。这个叫查看列出啊，这个叫创建，这个也用的是 Docker 的 image，还用到了什么呀？Git 仓库。下面这个呢，还用到了 Git 仓库这个利用的是 Hub 点 Docker 当中啊，它的 image 用的也是 image 来做。然后这个呢，用的就是本地 private registry 私有的仓库。下面这个是个 git 仓库，模板，远程仓库，远程私有仓库啊，还是 git 呀，还是 git。然后模板文件搜索。那你搜了一圈，我们用哪个比较合适呢？他说给了你一个定向仓库，这个一看就是局域网的私有定向仓库，所以说我们要用的话呢，就用上面这段，private，啊，用这段，这个题的答案那就它。你要干的事儿呢，就把你的定向仓库换一下，把你的应用名换一下，没了，这个是你要干的事。这是最终怎么来访问，jailbreak 给你了啊，然后项目也创建了，第三题创建了，下载脚本儿，考试的时候不用改啊，直接去执行就行。生成了脚本执行了之后，生成了证书文件，然后切换项目，新建的时候呢。找那个私有的，因为他给你的是一个 image，是一个私有定向仓库的 image，所以说找这个仓库的 image，照着这个示例啊去抄。这一段呢是人家给你的 message 示例，人示例中写什么呀？示例中说，如果你使用私有定向仓库的话，用这种方式，使用私有定向仓库的方式，就是你们要能找着相应的示例。这个题多简单，然后就照着抄呗，名改了，然后镜像改了，执行，之后呢去创建你的 router，OC create 啊 router，那你创建的时候，要求创建的是个边界路由，要求创建是个边界路由。啊，创一个应用，使用安全的边界 edge terminal router。那考边界路由的话，那就是 router edge。然后这个命令敲一下，看一下帮助。人家问你 service 了，服务名，服务名看前面有吗？service 名，他就告诉你了，说你有一个应用叫做 greater。那应用叫做 Greater，它的服务名是什么名？Get service，Get service，找到了服务名，服务名找到了之后就给填里面，这个名就填这儿。主机名是提要求，然后你的证书提要求，都做完了之后呢，路由就创建完了。这条命令也不是背下来，查帮助查出来。OC 创建全 create，创建什么？创建路由，什么路由？边界路由。然后后面不会了，看帮助，找示例，照着示例把相应的内容改一改，完事儿。按示例，人家说边界路由的话，路由的名儿。服务名，
宾界路由名、服务名加选项，选项都有啥？往下翻。你既然要加密的话，肯定要用到证书啊，公钥、私钥。我们没有 CA 呀、啊，所以说这个不用写。题中明确给你主机名了，用哪个名来访问？Host name。复制粘贴啊，复制粘贴一直行。这个实验就做完了，最后一步验证。验证的话，直接去访问。记得加一个 K 选项。为什么要加 K 选项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私有的签名证书啊，自签名证书，它不是公共签名证书，所以说要加一个 K 选项。到底是用 curl命令来访问，还是用 Firefox？这两种方式都行，都能访问出来啊，都能访问成功。啊，这第六题。今天上午还有16分钟时间，啊，就不讲了。QA 的第六题完成。那你要做第六题的话，你得先把第一题完成，第三题完成，然后做第六题。今天上午就这些内容。我先把第一题、第三题快速的复制粘贴一遍。第六题的话，你们要笔记看不明白呀，就看我演示也行。啊，咱们今天上午就这些内容啊。你们发现我笔记更新了是吧？就给我们看的笔记呢，就是有命令就行啊。为了方便阅读，我们都会把笔记啊改成大家容易读的方式，稍微调整一下，换换行之类的。好，你们先做啊，你做不出来我们再说。就照着笔记这么做出来啊，就做不出来。肯定是老师的事儿啊。OK，这个怕做不出来的同学可以看老师做啊。就笔记当中写的内容才比较多，但实际上关键步骤就那么几步。为了方便复制粘贴呢，我把我的窗口左右分屏。我们大多数操作都是在 Master 上做，所以复制粘贴就行。你看，我写星了就是必须做的啊，没写星了就宁愿做不做，不管。第一题，还有一个权限，啊，这个权限，这个太长了。太长了，再改改格式，删除。这个你可以去做测试啊。原来我们可以直接去创建信箱。但现在你这个做完了之后，一登录，你不没有任何项目，请联系你的管理员去创建信箱，就自己创建不了了。这步在没做之前呢，以前是可以随便创建信箱的。这第一题，第三题，第三题，第三题，我们实际上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创建你的项目。这条命令敲五遍，考试的时候因为时间固定，我想快速的完成这个实验，那就写 for 循环。for 循环快呀，验证这步可以不用验证啊，因为我要快速的做到第六题。
然后，然后我们把用户按照要求去变成管理员，在相应的名字空间、相应的项目里去变成管理员。Miami 在这个项目当中，它是一个 view 的权限，view 的权限。Miami 在另外三个项目当中，它是管理员。写星的是必须敲的啊，第三题完事儿啊，第六题。第六题啊，在这儿。第六题太长，太占地方。哎，第六题，那第六题人家给了你一个脚本儿，啊，下载。那这个脚本呢，我没有给你们改。脚本已经有了呀。脚本要已经有了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大 O 叫覆盖，覆盖这个名，这个是我刚刚给你们演示的时候啊，已经生成了这个下载的这个文件，你再下载一遍。新下载的文件呢，它发现文件也存在，会自动改名点一。然后呢，把脚本改一下，来的，这步考试不用改啊，确认一下就行，域名跟你刚才要的域名是一样的，执行脚本。脚本执行完了之后，切换项目，这玩意儿是人提供要求的呀。你看看提供要求啥，在这个项目里的这个应用，你不切换项目啊，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先给你们看一下啊，我先不切换项目，给大家看一下 OC get pod SVC 了。我现在没有切换项目呢啊，OC get OC project，这是在没有切换项目之前，哎，现在叫这个项目啊，那之前就是你如果是顺着题做的话，上个题不是这个项目，你这个题一定要记得切一下，切到这个项目，项目不同啊，它里面的东西不一样。get out，啥资源没有？然后创建，切换项目，创建地方不对呀，那也没分儿。已经在这个项目里了，然后呢，创建应用，这条命令呢是跟着人家帮助查出来的，用 image 创这个应用。这回呢，去确认你的 service，这个 service 是刚刚创建出来的，在这步 service greater 创建了，然后你看一下这个 service 名，就这条命令为啥没写星呢？就做不做都行，因为你上面这条都写了，你服务名叫啥？咱们要去创建边界路由，服务名照着上面这抄就行，服务名就是你的应用名。然后主机名呢是我们提的要求啊，然后直接复制可以，查帮助，你的公钥和私钥都复制过来。这路由也做好了，之后呢测试，那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我先不加 key 给你们看。不加 key 的时候，人家就提示你，你这个是个加密的站点儿。那有 SSL 什么一堆证书的事儿啊，你可以去加一个 insecure 选项或者杠 key。那二选一的话，肯定选杠 key 呀，这俩字母，杠 key。嗯，
ATDS。那如果想看一下它的详细的 message 啊，VVV，你们所接触的命令啊，最多就是三个 V，啊，我暂时没有见过四个 V 的啊。V 是 verbose 详细模式啊，VV 呢叫做很详细的模式啊，叫非常详细的模式啊，这它们区别。你可以看到我们都用到哪个证书？证书的信息啊，OK。已经连接了，OK，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应用啊，然后呢边界路由，咱们整门课一共四个应用啊，你要创建四个应用出来，这是第一个，OK，所以你们做的时候一定要看帮助啊，看帮助，你帮助看看命令记一记，都很简单。每个题基本上都两三条命令啊。OpenShift 的这门课，哎呀，反正你敲敲挺简单，不敲的话有点难度。啊，抓紧做啊！OpenShift。第一题、第三题、第六题，第六题也做完的同学把第九题做了。第九题咱们下午再演示，啊，上午就不演示。都复制粘贴的事儿，我也没敲。复制粘贴最快是吧？哪儿不懂的话，看看帮助。Linux 这门课呀，或者说红帽考试，它主要考的就是帮助查找。我们再去考一门新的认证啊！你想想，没有题我们怎么考？这命令那么多也记不住啊，就记个 OC 命令，OK。然后呢，去考试的时候一顿查帮助、查手册，先把会的答完。你像头两天考那个 RC19，考 RC19 的话，CS19 啊，里面好多题没见过呀。看教材的话，发现没什么区别；但考试的话，发现有区别。先把会的答完，啊，不会的查查手册，查查帮助，那不也满分吗？CS 也满分，CE 不是满分。CE 的话，我不知道哪个题错了，有些题出错呀，我们也不知道原因，就符合题意了，但是判分怎么判分？判分咬人。抓紧做啊，抓紧做！大家一定要去查看帮助啊，你别照着笔记敲。你查完帮助之后，你发现你帮查完帮助写出的命令跟笔记中一样，再回车。第一遍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查帮助，你考试的时候不可能让你带着笔记进去啊。啊，老师，考试的时候能带着 QA 吗？不行啊，不能带 QA 啊。考试的时候什么手机呀，都给没收啊。抓紧做啊！咱们下午1点钟上课行吗？可以吗？1点钟上课。我解释一下为啥1点钟上课，因为我明天呢要赶飞机，我明天那个飞机是5点多，5点半呢，5点半还是6点半呢？啊，6点半，我明天飞机是6点半的，我就把那个时间往前挤挤。咱们今天中午早上一会儿，然后明天早上一会儿啊，这样我时间能窜出来，要不然我周一到不了上海。我们周一如果到不了现场的话，都叫教学事故啊。OK 啊，咱们下午1点钟继续，咱们还5点半啊，咱们还5点半，这个不就是今天半个小时出来了，明天接着又半个小时出来，
这样明天可以早下课1个小时嘛？对，明天也是1点啊，明天也是1点，明天是1点到4点半。这样我的车能赶得上，这样时间就正好嘛，全挤出来。OK，感谢大家理解哈。一三六没做完的同学啊，中午就少吃一会儿，少吃一会儿饭啊，抓紧做完。实验尽量课上能做完做完，别等课下做啊，课下一做一堆问题啊，老师啥问题？我不给你解决还不好，给你解决我还得看我有没有时间。老师，我着急，我要考试了。我知道你们着急啊，上课该着急着急哈，下课着急你得等我有时间。我们的工作不是说光上课就完事儿啊，我手里很多奇怪的活OK，工作都是会有很多奇怪的活，来，我们中午先休息，休息1个小时啊，下午继续。腾讯会议我先结束一下，下午上课前我再开启。